那么这里呢，咱们来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一块啊，我们先算的一个，就是咱们现在不是算一个梯度提升的一个决策数嘛？那么一般啊，我们也可以管它叫做一个残差决策数。呃，我给大家啊，先形象的解释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梯度 boost 啊，它做了一件什么事儿？ 比如说啊，我们就是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啊，我要去银行借钱。然后呢，正常情况下，银行是能借我一千块钱的，就是说，咱们的一个 y 一个真实值是等于一千的。然后呢，银行啊建立了一个决策系统，它用一个决策数来表示，这是啊咱们的第一棵树。 第一棵树，比如说它预测完之后的一个结果等于多少呢？它是啊预给咱们九百五，给咱们九百五啊一个挣了九百五，就是说啊它会借给咱们九百五十块钱。那九百五十跟咱们真实值之间是不是有个差异啊？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一个残差给它计算出来吧。就是嗯，当前这个模型它的一个预测值跟它真实值之间的一个差异，就是这个损失值，我们也叫残差，可以把这样一个残差给它计算出来吧。对于第一棵树来说，然后呢，接下来啊，我是不是说我要往银行这个系统当中啊再加？ 加一棵决策树，使得它的效果能够提高一些啊。比如说，在这里我又加了一棵树。 加了一棵树，我用二号来进行表示。加上二号的时候，是不是说我最终的结果是由一号跟二号共同决定的？那这个二号是不是我给它加进去之后啊，它的一个效果要能够进行一个提升啊？比如说二号会预测什么？二号它就会看到一号啊跟这个真实值之之跟这个真实值之间可能是差了五十，那我二号呢往上弥补一些吧。二号可能算了一个等于正三十，它的意思、啊、就是说，嗯，前面的那个模型少算了三十，所以说我新加一棵树。 在我这里啊，把它的总和再加三十就可以了。然后呢，比如说啊，咱们还有第三棵树，第三棵树啊又来了。 第三个数啊，可能算一下，哎呀，之前的还有一个残差，之前他又算什么残差？之前他就把这个一号数和二号数啊看作一个整体了，他就会看到一号数和二号数预测的一个整体值是等于九百八的，而不是看到一个个体。所以说呢，他看到九百八啊跟真实值之间还有个差异，他就啊就会算一个啊我还差了多少值，然后再预测一下，比如说它这个预测值可能就等于十五了。 那最终的结果等于什么呢？最终结果就等于你一号数的一个结果加上二号数，再加上一个三号数，最终呢，是不是等于一个？ 好，九百八，九百九十五啊，咱们最终就得出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啊。也就是说呢，咱们在构造每一棵树的时候啊，其实呢，它都会把前面所有的树啊都先当成是一个整体，然后呢，不是有这样一个残差嘛？我就通过这个残差来优化一下，看一下我这棵树该怎么样构造，能够使得这个残差值最小吧。这就是咱们啊这个差值步子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在构造每一个模型的时候呢，我们加进来，让它使得最终整体的模型啊效果能够更好。它这样咱。 我们就可以了。那下面啊，咱们就来说一下啊，关于这个叉一公式这个算法，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啊？这个求解过程啊，大家现在可以看啊，一现在大家初看感觉这个东西啊，看起来挺麻烦，其实呢，并不是特别麻烦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 首先呢，对于啊，咱们已经是把这个目标函数提取出来了吧？有这样一个目标函数，那么对于这个目标函数啊，其实我也可以的进做一个近似的转换，也就是说，呃，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叫做一个泰勒展开。这个泰勒展开呢，大家先来看这样一个式子。泰勒展开的意思啊，就是说，呃，一个 f(x) 啊，再加上一个德尔塔 x，x 相当于什么？x 相当于咱们原来的一个模型，就是说这块啊，咱们左边部分相当于是一个 x，右边呢，这个德尔塔 x 啊，相当于你又往里加了一个模型。 这个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德尔塔 x，f(x) 啊加上一个德尔塔 x 等于什么呢？等于 f(x) 再加上一个它的一阶导乘 x，再加上一个二分之一的二阶导再乘上一个德尔塔 x 的一个平方。所以说呢，一会儿啊，咱们就可以用这个泰勒展开，我们看里边这个东西啊，是不是满足咱们这个泰勒展开式啊？所以说啊，对于上面这个式子，我可以用这样一个泰勒展开给它进行一个近似的变换。 怎么变换呢？在这里啊，我们看它是一个约等于吧，因为呢，咱们现在啊做的是一个近似的操作。首先，我们先把它、啊、进行一个转换，在进行转换的时候啊，我们看就是说，嗯、呃，首先 x 是落过来，x 是不变的吧，还是这个 f(x)。然后呢，右边我们求了一个。 就是求了一个梯度吧，或者说求了一个导，f(x) 再乘上德尔塔 x，德尔塔 x 呢等于这个 f(t)，所以说 f(t) 落过来。我们这里啊用两个式子来表示它的一个一阶导和它的一个二阶导。我们用啊这样一个小 g 来表示它的一个一阶导，用这样一个小 h 呢来表示它的一个二阶导。那么对于所有样本来说啊，是不是我们有一个 gi？我们看这里是一个 i 等于一到 n 啊，对于每个样本都会有一个 gi 和 hi 产生的吧。所以说现在呢，我把里边这样一个式子啊转换成了。 这样一种格式，x 还是落过来，然后呢加上一阶导乘上德尔塔 x，再加上二分之一二阶导再乘上一个德尔塔 x。右边对象，右边对象咱们没对它做任何变换嘛，所以说它还是原封不动的落下来就可以，还是欧米伽 f t 咱们的正则化惩罚项，再加上这样一个常数值。 那对这样一个模型啊，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变换。我们来看啊，当前的这个 x 是什么？当前的这个 x 啊，我们是不是说它是之前前面建立的一个模型，前面所有的模型啊？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在构造第七个模型，或者说在构造一个新往里加一个模型的时候，是不是说前面的模型对我来说相当于是一个固定值啊？前面模型这个 y_hat i 它会预测出来值是一个固定值，因为呢前面值啊不会发生改变了。我现在往里加上一个新模型嘛，在我加。 新模型的时候啊，我就认为前面的模型都是固化下来的，它里边所有参数都是固定的，它是不会变化的。那你不会变化呢，你一个预测值肯定是固定的，你的一个 y 值真实值也是固定的。所以说前面这个式子啊，相当于什么？前面这个式子啊，它不就相当于是一个常数值，相当于是一个 c 吗？所以说呢，在这里啊，我们可以把前面这样一个值用 c 来进行表示。也就是说，前面的模型咱们认为它是一个常数值。 有了这样一个常数值之后啊，我们我啊有了这样一个常数值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当前算出来这个常数值给它放到后面吧，放到后面它是不是跟后面这个常数项组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把前面这个东西啊给它去掉了。然后呢，这里啊，咱们先暂且不考虑这个常数项，因为常数项呢对于我的优化求解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说呢，现在啊，我是把它的一个 cos 方程，就是咱们的目标函数啊，转换成了这样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呢，就是说等。 等于 gi 啊，等于 ft，ft FT 啊是一个新模型，ft 方呢，它就啊这个 ft 啊就是表示了咱们的一个新模型。然后呢，新模型对于一个数据来之后，我会求出来一个解吧，这个就是 ft 的一个平方，我用、哦、ft 啊还是给它落下来。现在呢，咱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模型，也就是说，嗯，现在对于一个新的模型来之后，我的一个损失函数值约等于多少？约等于这个值。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用这样一个值来去计算一下啊，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的操作？ 做了这两个啊，这个小 g 啊和小 h 啊，就表示这是一个一阶导，还有一个二阶导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这是一个一阶导，这不就是一个二阶导吗？ 然后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变换，就是说，嗯，这一步该给大家说了，咱们现在是变换到这一步了吧？变换到这一步之后啊，接下来我要把这个欧米伽 F T 啊给它展开了，因为我要做一些化简的操作。欧米伽 F T 等于什么？欧米伽 F T 等于一个，就是呃叶子节点个数，这是这个大 T 啊，是叶子节点个数吧？后面呢，就是说啊，它的一个正则化的惩罚项，一个 L2 正则化。然后呢，前面这个东西啊，我也需要给它做一个变换。我们看、啊、这里有什么不同啊？ 咱们来看，就是说这块是有一个东西，i 等于一到 n，i 从一到 n 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咱们对这个样本做了一个便利吧。但是接下来呢，接下来啊就是说我对样本做便利的时候啊，我这个求解看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所以说呢，我现在啊可以给它转换一下，我可以把对样本的便利转换成对叶子节点的便利。这是什么意思呢？给大家可以来说一下。比如说啊，现在有五号样本。 这五个样本呢，可能有两个啊，画个圈吧，有两个落到了这个叶子节点，有两有三个落到了这个叶子节点。这块是一个叶子节点，这块又是一个叶子节点。我现在啊遍历这五个叶子节点的时候，是不是说，嗯，我相当于就是说，在这个一号叶子节点里边遍历了两个值，在二号叶子节点里又遍历了两个值啊？那跟我在叶子节点里遍历是不是一回事啊？因为所有的样本最终都会到这样的叶子节点上，那我遍历样本和遍历叶子节点啊，相对来说都是一码事儿的。 吧，我们看遍利叶子节点的时候，我遍利一号叶子节点，是不是这两个值可以拿到手？遍利二号叶子节点，是不是这三个值可以拿到手？也相当于我可以把这我样本都进行了一个遍利吧。 但是呢，在这个叶子节点上便利起来比较方便吧？我们可以用数学上啊，就是不论是数学上还是咱们计算上，其实计算起来都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转换，先是啊把这样一个在样本上的便利转换成了一个在叶子节点上的一个便利。那这块儿啊，我们就来看了，这块儿对于一个。 嗯、哦，一个 g 就是它的一个一阶导嘛，乘上一个 f t x，f t x 相当于什么？f t x 啊，是不是相当于咱们之前的图上的这个位置啊？也就是说，一个 f t 其实就是它会算出来一个叶子节点，最终到达了一个啊、呃，就是说一个样本最终到达了哪个叶子节点，并且再跟这个叶子节点的一个权重进行一个组合吧。所以说这块呢，咱们就得出来了这个值，就是说这块我就是把这样一个权重项加过来了，就是说每个叶子节点不都是有这样一个 一个权重项吗？所以说它的权重项再乘上当前的一个样本落在哪个叶子节点上，这样咱们就得出来了一个 f t 吧？我们可以用 f t 啊来进行这样一个转换，它俩就是一个等价的一个操作的。对于 f t 方来说啊，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只不过说你是把最终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值进行了一个平方项吧。我们还是这是一个权重，这是一个落到哪个叶子节点，然后呢把它进行一个平方项啊，就跟上面这个 f t 方啊它表达的含义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啊，是不是说，嗯，现在咱们要对叶子节点进行便利了？咱们一共有多少个叶子节点啊？一共咱们是有 T 个叶子节点吧？对于每一个叶子节点来说，我都要去看一下当前这个叶子节点上一共有多少个样本，然后呢，在这一块啊，是不是说？ 我要便利的就是一个样本，每一个样本都会有一个 g i 啊，因为每个样本它的一个一阶导和一个二阶导算完的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就算一下每一个样本，比如说，嗯，在当前这个叶子介绍上啊、嗯，每一个样本它的一个值分别，它的一个一阶导和二阶导的值分别等于多少？这块呢，就是说我们对于每一个。 样本来说啊，都算了一下它的一个一阶导这块呢，我又都算了一下它的一个 h，它的一个二阶导分别啊是等于多少的。然后呢，在算的时候啊，我们看它是不是又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化简啊，这块有一个大 T，这块有一个。 好，二分之一的一个 W 平方，所以说呢，我们看这块儿，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往里边去放啊？在于这一块儿，我们对于一个，哦、我们这块儿就是统计，就是转换完之后啊，统计我们用 WJ 来进行表示了。用 WJ 来进行表示的时候啊，我们看，打什么哪块出现了一个 WJ 平方啊？对于这块儿，因为这块儿呢出现了一个二阶导的平方，所以说这块儿有一个 WJ 平方。这个 WJ 平方呢，对于蓝色来说里边。 对象来说，它也有一个 WJ 平方吧，所以说 WJ 平方，WJ 平方，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合并吧。合并完之后呢，我们就是说这块就写上了一个 HI，再加上一个兰帕德，然后呢，它写上一个括号，右边再乘上一个 WJ 的平方就可以了。对于这个大 T 呢，因为没人跟它组合，所以说啊，它还是一个单个的。那在咱们现在啊，我就是做了这样一件事儿，我是把呀、啊，咱们在这样一个样本上变利，转换成了一个在叶子节点上的变利，然后呢，把这样一个目标函数值啊，又给它写出来。 来了，现在呢，我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目标函数啊，它是等于多少的。